ทั่วฉลาด你最好自己脱啊！你别逼我动手啊！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，你只要把衣服脱下来，慢慢递给我就行了。啊，这位大哥。哇，你看起来好有个性，阿凡真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快点啊，你把夹克脱给他呀，他可能就是特别喜欢你这件衣服，你赶紧脱给他，我们就没事了。不可能，搞错了没有？你是不可能啊，你这衣服比我们的命还重要吗？你快点给他。看来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。我赢了，你赶紧的，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们俩就没事了。快！啊，快点！我陪他们玩玩。呀！什么人啊！明明是你把我叫出来的，现在还问我是谁。
我叫你出来的，我什么时候叫你出来的？啊？你叫了，从很久，很久以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？嗯。没关系，现在认识也不晚。我最讨厌面瘫男、暴力狂、霸道总裁。没关系。我喜欢你就行。什么没关系啊？我很有关系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烦我们了，所以你要陪我玩一会儿。玩？我凭什么陪你玩？就凭是你把我叫出来的。别动！知道。警察，警察！师傅，保安医院，麻烦快点。催眠游戏玩够了吧？刚才是我陪你，现在可轮到你陪我玩了。咱俩加起来都要50多岁了，玩什么游戏啊？是石头剪刀布呢，还是两只小蜜蜂呢？边走边想吧，我的时间有限。哎，难道我看上去很闲吗？我是医生，我很忙的。你跟我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出来。你还真以为你是体验生活的大明星啊？难道你是假释出来的犯罪分子？别乱猜了，我来的那个地方比监狱更难出来。
而且还要压抑10000倍。上车。来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不要，你好烦啊！干嘛？你流血了，带你去包扎一下。我最讨厌医院。快点儿了！把衣服脱了吧，刚才打架的时候看你受了不少伤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别看我，你眼睛往下边看。原来你是精神科医生，真糟糕。看来我们之间是不该有的孽缘。恭喜恭喜啊！你总算是醒悟了。这是我的名字，我要你一辈子都记住，死都不能忘。好肉麻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崔皓月先生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。记住，如果以后有一个人长着一张和我一样的脸出现在你面前，那个人一定不是我。长这样的崔皓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忘记我的眼神。治疗已经结束了，您可以走了，不送。Thank you.
今天晚上我帮你值班好吗？那我帮你写论文。嗯，那白医生，咱们能不能多点真诚，少点套路啊？几点了？啊？什么时候才来啊？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偷懒去了呗？啊？居然还能把病人给我看丢了，可以呀。嗯，这段时间别想再休息了啊。啊，医生。你找死吗？约会吧，啊，不，那个可以先化个妆，然后换件漂亮的衣服，高高兴兴的约高会，啊，去吧，约会吧。白医生，我要值班。白医生，饶了我吧，去约会吧。啊，有事吗？我找到关明康医生了，他在普安医院。我知道，我会和他谈很久。你先回吧。普安医院。请进。这不是一针吗？好久不见。常助理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一直就在这儿等你呢。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啊！见到我有这么开心吗？当然了。现在还开心得起来吗？千方百计想要除掉我的皮特先生。崔皓月，我知道，我会和他谈很久。你先回吧。好锋利的一把刀啊！我想小俊一定会喜欢。
你认识莫小军吗？莫小军，沈亦臻身体里的那个十七岁少年人格，名字第一次听。没错，莫小军，一个总是想不开的傻孩子。不过最近一直很乖，真想把这个你们也全都完了，而李翠皓月，你只是沈亦臻，他大脑防御机制启动时制造出来的交替人格之一而已。 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 放心吧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一真呐，千万不要责备自己。伤害我的人不是你，是崔皓月。啊。
啊，对了，有两件事情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下。你身体里面的那个17岁的少年人格，记住了，他的名字叫莫小俊。莫小俊。嗯。哎，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。 我觉得这个崔皓月好像变强了，虽然我不能轻易地下结论，但是我能感觉得到，他想要成为你身体里面所有人格的主人。他想除掉我。嗯，他刚才还威胁我说是要让你永远地沉睡下去。哎呀，这次啊，他好像是有了什么目标，正是这个目标让他变得更强了。 我记得他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。他说他自己找到了初恋。初恋？人格也会恋爱？嗯。当然，人格也是会恋爱的。但像崔皓月这种暴力型人格，也许会把对一个人的执着或者伤害。 错当成是爱情，而且一旦得不到回应，那种爱就会变质，成为他内心深处的破坏欲。这样一来，那个被他爱着的人就会非常危险。难道是婉言？那就走了，走了。 张明，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是？这位女士，请问你是？啊，你是？哦，想跟人家玩游戏是吧？想玩欲擒故纵是吧？还问我是谁？我也想知道我是谁，像个神经病一样等你半天。 他就是一个神经病，肯定是从医院逃了出来，一路跟踪我到这儿。他非常危险，患有夸大妄想症。哦，那回来了，回了医院就安全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 这位先生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刚才上面的时候，不是你追的我吗？啊！你刚刚还跟我，不是你吗？不是你吗？哦哦哦！你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您冷静。哦哦，你说那个。 那是个误会，真的很抱歉，我，你明明已经很痛苦了，可是我还，不是，其实我哪儿痛苦了？我其实非常理解你的，我知道，在医院待着肯定不好受，但是我认为
所有的事情只要坚持，就一定能够挺过去。真的，我相信你，你加油。我真的还有急事，我真的先走了，抱歉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！我被甩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头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你受伤了？不是，是关主任。怎么回事？崔皓月出现。崔皓月？不是告诉你不要喝酒吗？哎呀，我没喝酒。算了，这事儿先不说了，车给我运了。2017年2月16日晚上10点整，这是你让我心动的瞬间。那是个误会。是我，一真啊，你刚刚连个招呼都没打就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听你好像很紧张的样子。你这是跟人打架了吗？三好生也会跟人打架。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怎么了？假如有一天我对你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或者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让你感到很不自在的话，请你一定要无视我。也许会对你很无礼，也许会打电话约你出来，当然也有可能大半夜的来找你。如果是这种很过分的事情，请你一定要相信，那个人他不是我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是喝醉了吗？以后有人顶着我这张脸，却叫别的名字，做出了完全不像沈一真做出的事情，那个人他一定不是我。你一定要跑，跑得越远越好。如果跑也不行的话，你就打我，就算把我打晕了也没关系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王岩，红酒开点名号啊！我和冻结哥在喝红酒，要不要一起？那不用了，我下楼了。王岩，去年的平安夜，谢谢你打电话给我。那是我最幸福、最温暖的一个圣诞节。我觉得这个崔皓月好像变强了。这次啊，他好像是有什么目标。
正是这个目标让他变得更强了。那就让你出吧，让沈一真永远沉睡。找不出挣不脱枷锁。